当时由于这个是穷山村，群众看病难，很多小病就拖成大病，大病然后就拖成死亡，所以我就立下心去当卫生员，市局医生到乡村医生的。他两次把我导入江中，现在还回想起这段往事，心里面都在七上八下都在发抖。那时候那些浪啊，把浪在河头去了哈，你看我经常我都在说，我不是他人，我娘娘们不会存在你的哈。这是我们医生的职责，学这个医都是要保一方的平安。反正是没讲胡事，这个卡卡过过都走过，这个聚山一天要走好多路。估计的话可能有个10-15公里路嘛。因为是这来给我看病，他就是经常来给我看病，那我也去不到，他经常过河过水的来给我看病。又是打针又是个保护草药，才能给一断断续续的一两三个月翻针。管你是哪个哪个病，半夜三更的谁喊谁到，那个想想背脊都是一趟，那是个好人，是不是他？这婆婆嘛不谈过，他以后的人嘛是无其说吧，数不清。等于是我们大儿子的一个救命恩人。有钱有义，无钱有义，可是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这个是我对他的最大最大的亏欠，是男人做的活路，因为我不在家，他去代替我做的，就那带来一个终身的残疾。我一直要为这些村民，为他们守护他们的健康，要站好最后一班岗，到最后我不行了，我得摔起。